高音，最高音啊。所以这首歌，那个你想想看，男生的话，男生如果用这里面吸掉弹，太高了，都在高音部分，所以唱起来很辛苦。女生降音调也可以。像音就算了。老师说女生是 F 吗？哈，女生 F 也可以的。如果你是朝露，我愿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晴空。终日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这我刚才用 G 调，现在用 C 调，好，试试看。朝露，我愿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清风。终日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你是朝露，我愿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清风。终日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G 调也是冲的蛮高的。老师，你刚刚不是说叫我弹 F 调，你为什么要弹 G 调？ G 调是男生还是？G 调男生啊。那女生呢？女生 F 调是可以的。什么女生跟男生只差一 key 而已。对啊，但是不降 B， 我主要是降 B 调，男生是降 B 调也可以的，男生唱降 B 调是更好。我刚才 G 调稍微高了一点。所以女生是唱 F 调。女生唱 F 调是可以，绝对是可以。你弹 F 调。你是朝露，我愿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晴空。你是会是多么凄厉？如果你是那潭，我愿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晴空。终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起身蛮会和声，这女 G 呢低的，这你刚刚是 F 调。我刚才说这女后面弹的是 F 调，对，好厉害，老师的，老师的，这样他才会弹多。
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，李老板。